身为马来西亚人，你可知道7月22号是什么日子吗？答案是沙拉月日。1963年这一天，沙拉越正式脱离英国统治。为了欢庆这一天，许多沙拉越民众冒着滂沱大雨聚集在古晋独立广场，响应沙人民心愿组织以及沙拉越人的沙拉越组织号召的共庆沙拉越日庆典。现场也吸引各族人民出席，有者更身穿原住民服装，并唱起沙拉越歌曲《Fairland Sarawak》。